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浇筑中悲恋，从心深处思利他，恩常尊他为最傻。一举一动观之心，真淡烦恼出门山，为爱之日当人事，现在来做供养，为什么？等一下，因为我们明天后天还有两天法会，我们会写很多牌位，那各位最好今天回去带个五六张回去好不好？最好一人带两三张，你家五个十张，帮他写一写，他写一写他的祖先，他的七世父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七世父母，冤亲债主，如果他还在吃肉，加一个动物亡魂，动物灵你要写嘛，对不对？因为动物灵乃至他腰不好，那要加一个附在腰上的冤亲债主，有可能，可能是堕胎胎，可能是什么冤亲债主，不然也有业障吧。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会写业力债主，有时候写冤亲债主，但是无论如何你就帮他写，对他有帮助。我自己就非常有，我这一次去山上跟着感谢老婆冷不切闭关，我闭关就不容易，闭关就那边痛那边痛就来了啊！你越想闭关好像那些障碍就来，所以他是一来我就一感觉到痛，我马上写牌位，一写牌位就好，就想说早一点写嘛，拖两天才写拖两天才想，可能是业障，等我这边写好了，舒服了，我就跟他们说：“你看，写了马上有用，笑换这边痛，哦，赶快又写。”那时候聪明了，不用拖两天，结果写完就好了。但是不是光写，写是一种慈悲。比如说，我这个叫左上左下，我都会取个比较好记的啊。所以，然后写完以后，我帮你点灯108个，我帮你供水，我都帮他写好了。而且那我来开始闭关功德也回向给你，他就高兴了，你要给他一个位置，对不对？一个位置，
而且上面有功德，甚至你马上去买一包饼干，买一包饼干就可放着。各位，如果你有堕胎胎儿，妈妈给你一包饼干，她马上就安静；加一杯牛奶，她马上就笑了。你要超度她就容易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刚刚讲的利益安乐，这个乐就是现在要给她暂时的快乐，利再给她解脱的快乐。你不能什么都没有。所以昨天我今天早上吧，本来有一个居士要来，但是他来不了，他回到内地了。因为他而且昨天他做了一个不好的梦，他说他梦到十八年前往生的爸爸来找他，而且看起来很可怜，跟他儿子啊儿子啊给我水喝。那各位想都知道了，恶鬼道啊，他惊醒了。所以他刚刚打简讯找我，他说师父我不能来，然后我有瑞认识他，他怎么做这个梦？我说这个是好事哎，因为你本来想要来参加法会的，结果你不能来，但是你爸爸还是希望你帮助他。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赶快买108瓶水供在你家的佛堂就好了，替你爸爸供水。然后这个水供完以后啊，把这个水又布施给人家喝，或是洒到外面布施给孤魂野鬼，你爸爸就 OK 了。这个各位很重要，这个一定要记下来啊！因为所谓咽口鬼啊，他们就是没水喝。那佛陀就教我们供水就好了，这很简单的方法。我还是把这个故事讲一下。你讲珍重比丘，这个珍重比丘我讲过，他妈妈家里很有钱，爸爸早死，但珍重比丘很有善根，经常去寺庙，然后去供养出家人，自己很想出家，但是他不敢讲，因为他妈妈毁谤三宝，而且他妈妈不让他做任何供养，甚至骂他，所以珍重就没办法。后来他妈妈生病往生了，珍重就把全部钱布施完了，就出家了。结果出家以后精进修行，出家将近20年，就有一天在打坐的时候，后面碰到一个女鬼，哎呦，他吓坏了啊！一个女鬼，他拔腿要跑的时候，那个女鬼说：“儿子啊，珍重啊，你不要跑啊！”一听还真是他妈妈的声音，但是那样子一看，完全不是他妈妈，因为鬼这个皮肤像火炭一样，然后瘦的剩下骨，然后头发女鬼没有衣服穿的，所以用头发绑身体，指甲就穿到肉里面去。所以而且嘴巴一念就在吐火，整个脸都烧焦了，根本认不出来。但是声音是他妈妈。珍重又怕，然后怎么会这样呢？哦，他这个妈妈说了，好在你出家，妈妈毁谤三宝，阻止你布施堕落地狱，好在你出家，现在做恶鬼了，做鬼比做地狱好哎。但是妈妈永远等在你后面，希望你回向我就可以减低痛苦。所以各位每天都要回向，不管你做任何善事，你都一定要回向啊！不是光现世父母，一定要念一下：现世父母、七世父母、累劫父母，你一定要回向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回向的话，他得不到。所以，然后珍重的妈妈说：“我就等着你回向啊！”所以珍重啊。那个时候珍重说，那我怎么帮你超度呢？然后他妈妈说，很简单啊，你去帮妈妈布施水就好了。所以然后呢，帮我妈妈用水，因为出家人拿水不要钱，供养所有的出家人，请出家人帮我回向，我就可以离苦。然后珍重就赶快跑去问佛陀了，佛陀就要真是你的妈妈啊。所以佛陀说，你就开始准备水吧，而且每一个水瓶上面放一个杨柳枝，所以我们华人在布施大杯水一定会放杨柳枝，杨柳枝代表观音的加持，然后用这个杨柳枝加水供养所有出家人，希望出家人回向给你妈妈。那珍重就这样去做，做完以后供养完，出家人就祈愿啊，愿珍重的妈妈离苦，他的妈妈马上升天变天人，在那边放光跟大众顶礼。这个故事啊我已经讲过了，就是珍重比丘供水的故事。所以我想各位无论如何，我今天有叫他们请了一瓶水，然后呢
等一下给各位带回去好不好啊？那各位就把这瓶水沿途洒一洒，洒一洒也好，而且洒到哪里哪边都有功德 啊，所以而且将来你可以买多一点，特别我在台湾买这种水1块钱可以买7瓶 啊，这边随缘吧，你自己煮也可以，但是水供在佛前最好供多一点，不要光1-2瓶。这里面还有一个甘露比丘的故事我也要讲一次。有一位老人家70岁才出家，他又不懂得字，所以他出家以后别人在打坐他脚酸不能打坐，别人在背经文他看不懂字，他就觉得很自卑，很自卑以后他就在哭啊哭，想要还俗了。结果佛陀有他心痛，念一下，佛陀遍知一切。各位记住这句话，只要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个咒语，佛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不然他不叫佛。所以佛陀知道这个老人家有善根却要还俗了，佛陀就来了。那老人家这边哭啊，佛陀说你哭什么？哎，师父啊，我没用啊，我丢脸啊，我回家好了。佛陀说不需要啊，他说我什么都不会。哪里不会？烧热水会吧，你就烧热水给晚上冷给其他人洗澡，烧热水他们口渴可以喝啊，你就这样做你就很快乐的。他一听真的吗？有佛陀亲自给他说了，哎呀，他找到生命的快乐了。所以他每天就忙着烧热水给人家喝给人家洗澡，他整个精神就变了，变得容光焕发。那过了一段时间无病而终，那无病而终以后大家就很关心了，哎呀佛啊，烧水比丘不见了，现在没人帮我们了，我们想念他啊。佛陀他投胎去哪里？佛陀说下回我带你们去。佛陀当然知道了。过了几年，听说7年，佛陀有一次带着所有比丘到一个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最有钱的家里，那佛陀说我今天要带你们见一个人。结果呢，佛陀一到那边，里面一个小孩子就跑出来，哎呀师父啊师父啊，你来了我跟你走了。结果他爸爸跑出来，这怎么一回事啊？结果他爸爸说，我这个儿子啊一出生的时候我全家的所有的瓶子都装满了不可思议像蜂蜜的甘露一样，好好喝啊，喝完又生出来，喝完又生出来，我这个儿子很特殊的。佛陀就说对啊，他是我的老徒弟啊，他以前就专门供水煮水给人家喝的啊，所以他投胎在你家最有钱的家庭，现在他一定想要出家，你能不能让他出家啊？这小孩子不是一般人，他爸爸虽然不舍得，但是有这个奇迹啊，他当然让他出家。出家7天就证阿罗汉，叫甘露比丘。请问那个甘露比丘是谁来投胎的？就是那个老和尚，就光供水就好了。所以各位，你任何一个道场就供水随便你，还是你要擦地板叫地板比丘，对不对？还是你要供花人最漂亮了啊。所以佛是非常善巧方便，而是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你一心一意，因为他供了水他就很高兴了，他就有这么大的福报。那当然发起菩提心他就叫甘露菩萨了。所以因为水代表什么？佛法就是水，佛法就是甘露。所以来各位各位念一次，佛前供一杯水，我每次都要讲啊，佛前供一杯水可以超度84000个恶鬼道，佛前供一杯水可以超度这个地区1年之内被吃掉的海鲜水产，佛前供一杯水可以等于念了100万遍的消业障的咒语，佛前供一杯水也等于念了100万遍的念一下发财咒，有钱真好。各位一定要有钱，你修菩萨道修到穷你修得很糟糕啊，你没有实修，有实修怎么会缺钱呢？那你白修了啊。大乘佛教就是在利益众生，布施，布施不见得你要有钱，
你光有这个心态就很有福报了，对不对？你怎么会缺福报呢？代表你修行有问题啊。所以那因为只要一杯水就可以做这么大的功德，所以来给我念一下：水有八德，供养十方佛，消除恶业，六道清凉。然后你再把水瓶打开，嗡啊吽，点出去就是让六道众生都马上享受到这个水的安乐跟利益。而且如何念一下恶鬼升天啊？如果你还会念甘露水真言、药师咒、开咽喉咒，你就尽量念吧。所以念大悲咒、药师咒都放在里面，然后喷出去、滴出去。所以每次你要喝水，一定要记得供养三宝，下施有情。这个水喝下去干嘛？消业障，断除我执。那喝一杯水就符合了，念一下菩提心、大悲心、无我空性。那这个叫不离菩提心在喝水，吃饭也好，喝水也好，走路也好，穿衣服也好，都不离开这个。念一下三不间断，三不间断就是念佛的菩提心，念法的空性智慧，念身的大悲心，这叫念佛、念法、念身啊，这叫大乘的修行。大乘是对所有的，所以永远永远吃一碗饭，像各位现在每天吃饭，你虽然现在不见得你是吃素，但是至少白饭是素的，对不对？或稀饭，来要怎么念？给我念下来，供养三宝，对，最好一个一个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神，对不对？再来，供养护法神啊，你家里有土地公啊，对不对？地基主啊、灶公啊，这个都是护法神。再来，供养六道众生，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那你念完以后，就拿几颗米拿去外面啊，或放在桌子旁边啊，等下出去的时候拿出去啊，布施啊。所以那你吃个饭就是供养三宝了，护法神呢、六道众生呢、父母祖先、冤亲债主，上供下施都圆满了。那为什么要吃饭？希望所做都能够圆满佛法的修行，所以达到了对自己有帮助，供养了诸佛，更对众生有帮助，这个就是大乘的修行。所以穿衣服也一样啊，穿衣服当愿佛身庄严，对不对？当愿众生有衣服穿，当愿自己如着忍辱一样。然后你要加入一个思想，在佛教里面是用动机，做什么事情有一个动机。那并不是说哎呀师父你念经我不会念，师父你修仪轨我不会修。修仪轨不代表在修行啊，修行是你的心态对待人事物的方法。如果修仪轨才叫修行，那不会讲话就不能修咯。不是，佛法是在内心完成的，但是修仪轨是个助缘，这样可以讲。就像出家，出家一定有修行吗？不一定。他有人出家不想修行，但出家是个助缘，如果你要修行，这个助缘很好，但不见得代表出家是修行。因为修行是在内心里面完成的，同心而表达你的动作行为如何对待众生。所以当然讲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像是财富、健康与慈悲啊，当然财富跟健康是世间的福报，那慈悲是大乘佛法的重点了。但是用慈悲心来经营财富太好了，用慈悲心有个健康的身体来做慈悲心那更重要。所以我们都希望如感千人波切这种老和尚成就者能够长久住世，对不对？对众生帮助就很大。因为现在的人呢、这个和尚老是宝，所以我很多师兄弟，我有很多徒弟，这个半路还俗了多的是。一个人出家能够撑很久了很难呢啊！但是特别是这些趁愿再来的菩萨，
那么不断的在这个世间在利益众生，这是很大的福报。所以用慈悲心也变成要健康有钱。就像我来职工宝法林，职工宝法林这个道场福报大不大？大，各位要多用一点啊，多使用，增加它的使用率啊，要多办一点活动，老人关怀、儿童故事、妈妈故事班啊，抄经、念地藏经，什么都可以。修仪轨，要让它能够多多的使用。所以我故意在外面，各位白天看外面有没有一尊观音菩萨，慈悲啊，这故意我送来的呢。啊，这是代表说这个慈悲才是佛法啊！你经过就拜一拜。我每次看到观音菩萨，我就一直祈求，因为这个世间太苦。像我现在出家，每个人找我的师父，那边痛，那边痛，那边癌症，没有一个讲师父我发财，很少的啊。所以都是痛苦，痛苦就要求观音菩萨，念观音得超度。好，讲一下我最近常讲的很好的故事，因果的故事，我觉得很重要。这个故事呢，叫什么呢？叫一角三十板，半饼共三年。你等一下你就会背了。在明朝有一个迎庆寺，然后那一天刚好中秋节，那很多信徒送月饼来，那当天晚上老和尚就把这个月饼分给几个小和尚，一人一个。其中一个小和尚，哎呦，等了一年哦，终于有一次好吃的月饼。古时候穷嘛，所以他还没有到他的疗房就啪先开一半了，就想要吃了。结果一打开，旁边的小狗一闻到味道马上冲过来，我要吃他的月饼。这个小沙弥，我难得吃一次，你要是噗就踢他一脚，小狗干干干走了。但是饿还是跑过来。当小和尚要吃的时候，哎呀，他也要吃，我也要吃啊。结果我还踢他一腿，哎呀，我还真不慈悲哦，还有愧疚感，就把这半个月饼就给那小狗吃了。结果给小狗吃，哎呦，他自己心里更快乐，那事情就过了。那这个事情过了将近几十年哦，将近几十年，应该四五十年。那小和尚也老了，他变成大殿里面的香灯老师傅，就负责香灯啊，整理这些佛前拜拜的。那有一次，他们县上的县长就叫知府来参观，这个知府有善根，喜欢拜佛。就大队人马以来住持啊，所有法师都在门口接引啊，因为这个县长是最大的。就一进到大殿，一般进到大殿，香灯是一定会赶快拿香给这个县长，对不对？因为他走到哪里都一样。结果奇怪，这个知府一进来，住持大家都进到大殿了，竟然没有看到香灯老法师。结果知府说：“那个住持要奇怪奇怪，老法师呢？老法师呢？不见了，不见了。”知府就很生气，这样子的懈怠，结果老和尚才跑出来准备拿香，这个县长很生气，抓出去打三十板，结果呢，香灯师被抓去打了三十板，结果呢，这个事情过了，知府回家以后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虔诚的太太，他太太佛教徒，哎呀，老相公，你怎么可以打老和尚呢？你打出家人要下地狱的。哪里知道我现场进去他就可以懈怠，不行啊，你赶快去忏悔，你不忏悔你会下地狱的。结果这个知府想一想，不对，好吧，他就过两天就跑去找住持和尚，说住持，我那一天冲动，不好意思，下了命令打了老和尚你们香灯是三十板，我知道错了，我来这里面盖一个大金舍给你们那个老和尚住好不好我来忏悔。那住持当然很高兴啊。那这个香灯师住进去以后，那个老住持就找他，你看你福报很大啦，那知府就盖一个房子，说我不敢住啊，万一又被打。他说你不知道一件事情，
那个住持有神通，我说我告诉你好不好，就把这个告诉他，你小时候啊，老和尚给你月饼啊，我们大家都有啊，结果呢你踢了那只狗一腿啊，结果那只狗你后来又给他吃摇尾巴，所以就种下善根。你知道县长是谁吗？那只狗来投胎的，这个叫一腿三十板啊。但是因为你供养他半个月饼，所以他才会这么高兴摇尾巴，对你摇尾巴，这个叫归生永不堕畜生，他就可以脱离了。所以因为这样，你看他现在供养你一个房子，你看住三年了。为什么要住三年？因为他三年以后就会舍报了，最后呢他能够住到一个好地方。所以各位，从这个故事，因果百分之一百，你不要听我讲完就算了，回去赶快讲给你儿子听，用英文背下来。一角三十板，半饼共三年啊，所以会让我们深信因果。所以任何一个动物啊，你看到它给它念个阿弥陀佛，念个嗡嘛呢叭咪吽，它都有可能脱离三恶道。所以为什么就像我走到哪里一定会撒米啊面包啊，当然我知道有时候会被批评啊，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就脱离畜生道了，对不对？这个叫念一下持己解脱。因为你给他念佛在上面，如果你不会念太多咒，你就念这三个，念一下嗡啊吽，对，诸佛菩萨身口意的功德融入在这里面，叫嗡啊吽。每一尊佛像后面都写这三个字，念一下嗡啊吽，开光就是念这三个字一样，佛的身口意叫嗡啊吽，融入在这个佛像里面。所以你把这个食物念个嗡啊吽，这个水念个嗡啊吽，就诸佛菩萨这身口意的功德融入在这里面了，而且也把你自己所修的功德嗡啊吽也融入在这里面了。所以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持己解脱了。所以重不重要？重要啊。所以我在这边我很希望各位啊多多的帮助因为我发觉在路边有很多可怜的老人，所以我希望各位明天来参加法会买那个饼干，买多一点好不好啊，买多一点，一半供养诸佛，一半下施，完了以后就把这个送给，那天我听这边有个馒头基金会是吧，或是送慈悲便当的，或是你把这些包装的很好的送给那些游民，他很谢谢你的，目的是让他吃己解脱啊！你要用各种方法，所以跟他结缘，那是送给他很好的矿泉水，又给他很好的面包啊！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故意在办一个慈悲协会，就是都一直在做便当啊。明天那位帮我们负责送便当的基督教的王牧师，他也是华人，他也会来啊，我们就请求他帮我们送。我们在纽约也做得不错啊，在纽约有一个华人帮我们，那个做便当要六七块八块，他收我们三块钱一个，我还怕他倒店，但他说师傅我喜欢，早上他就四点就起来做，因为他八点是正常班，他四点到八点他自己做给我们啊，他说他不能出钱，他做的大便当热腾腾的送给当地的一些游民啊，跟他们结缘啊。所以因为这个吃东西是最好跟他们结缘最快的方法，对轨道做烟供啊，做施食啊，这两天我们在这边已经做了四天不间断的那各位来可能没闻到，因为我们今天做小一点免得隔壁抗议，对，前两天下大雨做很大所以它是不间断。为什么要不间断？慈悲不间断。所以等一下我也会简单的带各位做烟供。那因为我住在这几天这边道场很慈悲啊，每天早上八点他们都有修一个烟供仪轨，很好听很好念啊，那个里面内容圆满。那我现在要带各位念的很简单，你要用香也可以用烟供粉也可以，那
当然这个烟果粉点燃以后，你后面再加饼干更香，如果它烧透了，加一块饼干的味道就出来，加椰子饼干就椰子味。你们这边椰粉一包才$1好香啊啊！所以加巧克力饼干就巧克力的味道。那除了加这个以外，我们还会加药啊，这个是止痛止血药，这个是不是药哎啊？所以众生需要食物，众生需要药，然后呢，还有这种我们华人喜欢用的，这是整支的烟供香，这就是甘露跟药放在里面。以后我们会寄过来，就是免费提供，好不好？你帮我点了，我还谢谢你啊！因为一人家里点一支，那就不得了啦，早晚点一支，2个多钟头，那你可以念一部《地藏经》了啊！先给他食物、药物，再给他念《阿弥陀经》《地藏经》，修仪轨，对不对？多慈悲啊，多快乐！所以我两种方法都示现一下。所以各位就跟我念，来念一下：任阳康，嗡阿哄，以此烟供，供养三宝，供养护法神，供养六道众生，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嗡阿哄，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儿子生病了，你就来来来，嗡啊嗡这样一下。台北行天宫生病了，还会拿香跟你从头挥一挥就好了，啊，因为他就是一种悲心嘛，尊重对方，他附着在你身上就是生病嘛，肚子饿嘛，对不对？你给他一点点药，你给他一点烟供粉，乃至就算没有，你就撒两滴水也可以。那现在我要加药，加药的时候啊，我们念一下药师佛的名号。啊，功德更大！来，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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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阿他，嗡，毗卡遮，毗卡遮，玛毗卡遮，朗扎萨摩嘎德，梭哈。当然你可以念圆满的仪轨最好了，那希望各位多念一遍嗡啊吽，你念的越多，然后它就变越来越多，变成充满了整个世界，充满了整个法界。那你念完嗡啊吽它得到以后，再来你就念经典啊，念佛号啊，或是念六字大明咒啊，特别六字大明咒帮助六道众生脱离轮回。所以各位一定要相信哦，像这个经轮里面有那个胶卷，将近5000万遍的咒语，你只要转一遍，就有5000万个观音菩萨去利益众生，不可思议哦！啊，所以转经轮也好，念经典也好，所以念佛也好，你念个阿弥陀佛，请问阿弥陀佛有没有出现啊？你念10000声阿弥陀佛，有10000个阿弥陀佛在。出来了。现在我们现场假设有100多个人，每个人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句就100个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大家念两句就200个阿弥陀佛的化身去利益众生。所以念什么都没关系，重点是你的信心跟动机。希望大家经常这样念佛、诵经、持咒，因为你有这个信心跟这个悲心，再加上你慢慢的观想，心里清不清净啊？那个时候就是佛性，佛性当下就是佛啊。所谓当下佛，是讲的你的心态跟佛的心一样。念一下，转凡心为佛心，以佛心为己心。你要念哪一个的？一个是印光大师说的，一个是慈航法师说的。因为他们修行的重点他抓到了啊，以佛心为己心，那就是菩提心空性。当你认真在帮助众生，认真在念佛持咒诵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佛心了。所以事情来了不要烦，你一直想怎么办怎么办，那就烦就压力，而且你在一个烦恼的时候去处理事情，会把事情处理得更糟糕，因为那是烦恼心。那时候赶快念佛，
转化，我应该对我妈妈的方法去对待所有生命，而不能说、哦、我妈妈健康我就很快乐，我妈妈生病我就很痛苦，不是那个想法，而是要提醒你自己，那哪一个众生不是我们妈妈，只要她在生病她在受苦通通是。就这两天我住在这边，我一直朝这边念，因为他说这边是老人院啊，老人院一定是往生很多老人，白天我看一下有些老人还拿着拐杖出来走一圈，因为他们想要运动一下啊。但是各位你要一直想，他就是我，我就是他，这个佛教的空性啊，要自他平等啊，你要融入于对方，融入于对方，融入那一只乌鸦，融入那一只海鸥，融入那一只螃蟹。那一天他带我们去超市，哇，最大的超市，就跑到后面都是鱼的味道，还活的呢啊，我就赶快过去啊，一过去就一直喷一直喷，他们就一直看我啊，我什么咒都念完了啊，不是不想买，真想买了去放生哦啊，买了不是要吃的，但是至少你再多钱也买不完，对不对？那能够买几只准算几只，但其他你要跟他结缘哦，你不能舍弃他啊，你要跟他结缘，用水也好，用声音也好，用这个声音最大了，哪一天你敢的话啊，全部人都跑出来，这里面有多少的咒语，这些多少的法轮，他就叫念一下听即解脱。我这个是700多年的一位尊者的啊，所以目的就要让他们听闻解脱，见到你得解脱，各种方法，就像各位带着念珠，一到市场，一到可怜，你赶快念啊！啊，因为这个也是念一下，见即解脱。中间这个代表佛，啊，这两颗代表法，那现，现代表身，这样啊，无论如何就代表三宝，也代表108位菩萨，啊。也代表断除108种烦恼，转为菩提心。但是我们汉人是要让人家见到，所以要带在外面，藏人修密莲放在里面啊，因为修法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显教也好，密也好，都是要修的。密讲的是内心不离开空性菩提心，显代表的外表的亲切动作，打招呼，拥抱对方，这一定要去修啊！但是这个是对外跟对内，这是两个圆满。那所以不管各位用什么方法，一杯水也好，一点点饭菜也好，刚刚讲点的香也好，我很希望各位永远都写着牌位，你的亲戚朋友有人生病了，报纸看到谁生病了落难了，赶快帮他写牌位，你不要分哦，这个人是坏人我才不写啊！因为你要有平等心，他今天落难了被抓了，他今天可能他做了很多坏事被判死刑了，你都要念一下冤亲平等，慈悲没有对立的，慈悲没有敌人的。所以佛教为什么一直要强调空性，空就让你毫无你我的分别啊，毫无所谓的事物跟你的，我就是花，花就是我，我就是太阳，太阳就是我。请问各位身上有没有太阳？如果你没有太阳的力量，你早死了。我们吃的菜乃至我们晒个太阳，我们身上有太阳的力量，有花的力量，有土地的力量。这佛教里面讲空，意思是说万事万物都是互相依靠，没有单独存在的。就像我们在同一个空间，你吸的空气由你身上呼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大家互相是一体的。那各位要开始有这个观念啊，有这个观念，就是说众生世界不分彼此，皆为一体。特别现在电脑的世界、网络的世界，它就是一个大联络网，它是互相影响的。只是我们有分别心。在《金刚经》说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这个分别对待，所以就变成你我我。
那我想各位在这一点你开始修行了，一定要记住，不要想办法凸显自己，那你就很痛苦，这个叫傲慢。有钱的人，健康的人，像各位现在你30岁40岁很健康，看到老人好像，哎，老人哪一天换你也做老人，所以你马上要做平等了，老人跟我也是老人，因为我们爸爸妈妈老了，不然我们怎么会活呢？啊，所以你要开始把这个分别心去掉，所以有钱没钱跟修行没有妨碍，但有钱是个助缘，助缘让你更方便去做善事善而已，但是没钱水洗功德更大，对不对？啊，皇帝阿瑟世王供养一个礼拜68公里的灯，功德变谁了？变那个老妇人的。老妇人剪头发、买油来供灯，那超过阿瑟世王的功德。因为老妇人是个惭愧心、随喜心，所以那各位要随时用心态去供养，而且不能有分别。慢慢要练习，不要有分别。比如说，现在这个花这么美。你一定想要供养你最喜欢的人，那你会很痛苦的啊！很多女人很吃亏的。上回我问一个女孩子，你怎么到美国来？没办法，我男朋友来我就来了。啊，现在呢，不是嫁给我男朋友，他就把我抛弃了。后来我又就嫁给另外一个人了。啊，我说这样啊，你糊里糊涂也来了。啊，他说女人就是这样啊，反正这样我只好跟着来啊。但是各位，执着的爱是痛苦的。你现在要开始分析这个，所以你要把这个爱开始去关心过去你没关系的，慢慢你那个执着就不见了，这是唯一的方法。你不可能从心里把它断掉，因为你要有这种力量。所以佛陀为什么叫我们去布施？如果你没有去布施，没有去慈悲，你要断除这个我执，证到空性的智慧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佛要我们对众生布施、持戒、忍辱众生，而且要精进的去做，你心才能够禅定，才能够定，有定以后才可以达到无分别的智慧。你如果你舍弃了前面的对众生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然后我每天打坐希望我开悟，那你不过开悟是个人小乘的智慧空性，对众生没有帮助。小乘是消极的，是我要消灭自己而已，不要让自己轮回。所以在这一点，那佛更讲了，你只要很努力的去帮助众生，啊，无分别的去帮助众生，而且把跟众生合为一体。哦，原来黑人也是我，白人也是我，华人也是我，啊，哪一个国家人都是我，动物也是我，海鸥也是我，这个叫自他一体，息息相关。各位要练习这个，